搭建中葡平台作为澳门多元发展的重要一环备受关注。随着跨境支付、跨境电商的逐步完善，粤澳跨境电商也将迎来全新的发展。本期节目邀请澳门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执行副会长马俊做客节目，与您同看跨境电商发展。咁喺國內嚟講咧，一樣係有咁樣嘅嗰個嘅需求。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喺今次嘅疫情嚟講咧，就更加令到好多人更加接受咗電商。更多精彩，敬请留意7月19日周日晚7:30，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节目《变化中的行情》。